陆港公会等对即马开始到二月五号推出艺术新世界陈武昌邀请展，现场展示二十多幅抽象油画创作，拢是陈武昌老师对艺术的坚持甲发想。今日早起公所举办开幕仪式，邀请乡亲做伙来欣赏。艺术新世界陈武昌邀请展现场展示了二十多幅展位抽象的油画创作，丰富表达陈武昌老师对艺术的坚持甲发想。陈亮表示，陈武昌老师是鹿港在地艺术家。1969年开始，带着中国现代绘画先驱李仲生老师研究画图的艺术。直到1970年，成为台湾当代画图运动的重要人物，并且前后创立了自由画会甲领头画会，作为世界权威艺术台湾激进派创始者，坚持发展顺应家己的特性，创作权威抽象的画作。今天在我们公会堂也推出了哈。艺术新世界由陈武昌老师的一个邀请展，哎，当讲吼，陈武昌老师身居于吼咱在地鹿港人，但是以前细汉吼就爱画图的，唔那个画图了了，伊吼啊，佫足啊会啊行棍，他啊遗传吼他家里的一个白鹤犬，所以吼他的个性非常洒脱，那做人也非常风趣，尤其伫个创作上吼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表现。不管你创作上还是为人，境界吼、跟地吼都非常的融入，那也与地方吼非常的哈啊，在长者啊，大家都很健谈。尤其也创作吼，会当讲吼，以自我的一个意识啊，你来做一个创作。尤其也哈，这个画啊，油画是由他自己哈一个抽象啊，透过哈他自己的巧思，以这个构造还有颜色来交互，形成了一个哈抽象的艺术的一个油画。你看，讲现场作品啊，有二十几幅，啊嘛非常的多。那透过哈这个画作，就在了解老师哈啊他的人哈啊，也做事啊，够也为人哦，哎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一个个性哦。欢迎好朋友来到咱鹿港，哎，当来到公会堂来参观啊，咱陈武昌老师的一个哈啊个人的一个邀请展。陈武昌认为，艺术创作就是用艺术新世界形式来呈现人类理想。人类理想本来就无具体形象，由一笔一画建构成艺术新世界，并且依照安尼验证原本就无形象的人类理想。图里面的内容是抽象，但形式是超现实，因为里面的图像是精神空间的东西，而它的里面的意境。要超现实，可以讲成另外一个世界，都把人类的理想借着艺术新世界把它呈现出来，就是很简单。艺术新世界陈武昌邀请展，定期为即马开始，一直到二月五号，欢迎兴趣民众前往鹿港公会堂，到处品味这艺术盛宴。新竹华新闻蔡良谦鹿港采访报道。